bus. 八十一，八十二，八十三。小夫，你干嘛一直转圈圈？我在训练，让自己变得更厉害。小夫真努力呀、啊！嗯，九十九，一百，训练结束。头好晕，我不行了。有紧急任务，小福继续加油哦！嘿嘿，哇哦哇哦哦！嘿，嘿，卡卡，有什么紧急任务？海马，海洋鱼类。海马是直立着游泳的，虽然很慢，但很平稳，是海底游览车的司机。但他今天突然肚子难受，游览车只能停在半路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交给我们吧，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啦！好吗？哎呀，怎么办？奇妙救援队怎么还没来呀？快看，救援巴士！哎呀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别担心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情况。他现在肚子很痛，你们快帮他看看。那我们快点帮他检查一下。好。启动检查设备。原因找到了，海马先生会肚子痛不是因为生病，而是其实他要生小宝宝了。生小宝宝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和宝宝见面了。原来公海马的肚子上有育儿袋，是和宝宝生长，所以海马是爸爸生宝宝。太神奇了。好哈，我们用歌声来给海马爸爸加油吧。加油加油啊，啦啦啦啦！嘿，宝宝，宝宝们终于出来了！哇，好可爱呀！我们一起玩吧！来这边，来这边！真是太谢谢你们了！太谢谢你们了！不客气。宝宝，宝宝。小宝宝，看这边。小宝宝，这个送给你玩吧。恭喜你们母子平安。恭喜，是父子平安。谢谢你们，我们现在就送你们去海底公园。太好了。一二，咦，还有一个呢？啊，哦，
宝宝，宝宝，宝宝你在哪儿？宝宝，宝宝，宝宝你在哪里呀？别着急，我来帮你一起找。找到了，在那边。哦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海洋漩涡。海洋漩涡？那是什么？海洋漩涡很可怕，它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黑洞，一旦被卷进去，就很难再出来了。很难再出来了，我的宝宝！我的宝宝！你们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就去救海马宝宝。琪琪，小福的潜水艇支援，收到。小福，琪琪需要你的支援，请带上你的装备，立即出发。收到。小福最喜欢来自海洋的挑战。潜艇巴士就位。小福，小海马被卷入非常危险的漩涡里了，我们一起进去救它。明白。坐稳，出发了。加油哦！松鼠。小福，往下，小海马在下面。小海马就在前面了。不好，小心！小福，你稳住潜水艇，我来救出小海马。完了，宝贝石头挤破了。会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太好了！海洋公园到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！我们一起拍照留念吧。宝宝，我的宝宝又不见了！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！原来你在这里啊！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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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奇妙救援队，健康我守卫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喵喵，
甜汤做好了吗？哇，好香啊！我远远的就闻到了。我还没开始做呢。瓦斯不知道为什么没了。各位市民，全市瓦斯突然全部中断，事故原因正在检查，市政厅已经启动应急方案。有紧急任务，快走！记得要回来做汤啊！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鼹鼠、哺乳类、嗅觉灵敏，是瓦斯管道维修工。可今天检查瓦斯外泄时，突然晕倒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可怕的阳光！哦，奇妙救援队，快点来啊！是救援巴士。快，快带我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！鼹鼠先生，你害怕阳光？对。我现在非常难受，我马上帮你做检查。启动检查设备。结果出来了，是鼻子被阳光照射受伤了，失去了嗅觉。明白了，我马上帮他治疗。变小。找到受伤的地方了，超级修复仪。我好像完全好了，谢谢你们。不用客气。客气糟糕，浓浓的瓦斯味。我去帮帮鼹鼠先生。气味来自井下。哎呀，水管都老化了。好浓的瓦斯味，瓦斯外泄点应该就在这里了。这里水管漏水更严重。瓦斯管道都被腐蚀了，
怪不得瓦斯会外泄，要马上修理。不好，水管裂开了！琪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水管裂开了，我们被困住了。什么？那怎么办？必须请求总部支援了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壮壮的工程车支援。收到。壮壮，琪琪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即出发。收到。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超强的壮壮。琪琪，我已经到达。壮壮，快把下面的水抽干。收到，包在我身上。好像抽水管被堵住了，我下去看看。嗯嗯。抽水机恢复正常了。嗯，糟糕，超级速度。吓到我了。鼹鼠先生，安全帽还是戴在头上才安全。搞定，我们走吧。琪琪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瓦斯管道终于修好了。奇妙救援队，谢谢你们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鼹鼠先生呢？我在这里。鼹鼠先生，瓦斯又恢复供应了，谢谢你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市长，能换一顶新的帽子吗？毕竟安全第一嘛。啊！奇妙救援队，健康我守卫。攀岩要靠技巧，力量更重要。那我们比赛一下，看谁先拿到。好。
紧急任务。嘿嘿，归我了。接着。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鹈鹕，它姓雷，四肢构造特殊，是高空工作的高手。可刚接到求助，说壁虎先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这个很快，等一下我布置好了就能看到了。哇，太棒了！哎呀，我绝不能让孩子们失望。哎呦，别着急，奇妙救援队很快就会到的。快看，救援巴士！终于来了，壁虎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啊，爬墙的时候，碰到了鸟屎，手一滑，掉下来了。不能爬墙了，别担心，妙妙帮壁虎先生精确检查一下。好的，启动检查设备。手上的钢毛受损。钢毛？什么是钢毛？看，壁虎先生的前后掌都有成千上万的毛，那是钢毛。它们有很强的吸力，能让壁虎安安稳稳爬墙。怪不得壁虎不能爬墙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这能治得好吗？放心吧，能治好的。动变小，哇！扫描，锁定伤口。超级修复仪，
对不起，刚才手太痒，手，哎，我的手好了，嘿嘿，我又能爬墙了，壁虎先生，刚刚接到通知说会下雨，活动要提前开始，那我马上开始布置，只剩15分钟了，来不及了，小朋友们会很失望的，都怪我。壁虎先生，我们帮你。太好了，可是谁能跟我一样爬得那么高？别担心，呼叫总部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壮壮的工程车支援。收到。壮壮，七七需要你的支援。收到，任何困难都挡不住超强的壮壮。还有那么多啊！启动云梯，哇，好酷啊！嘿嘿，那让我们一起加油吧！嘿，好帅啊！我也试试。就剩最后的布幕了，交给我们吧。加油，加油！先生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刚才我太粗心了，害你尾巴断掉了。你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来查一下。壁虎的尾巴很脆弱，一有危险就会断掉保护自己，但是很快会长出新的来哦。原来是这样。奇妙救援队，健康我守卫。嗨，我是琪琪，奇妙救援队的队长。无论谁有困难，我们都会去帮助他。
会做菜，我还有好多你们想不到的本领呢。那快点开始吃吧。好，让你们尝尝最美味的料理。炒萝卜，萝卜餐包，萝卜汤。哦，油炸萝卜，清蒸胡萝卜。呵，有紧急任务，我们必须先走了。站住！你们必须留下，把菜吃完。什么紧急任务？大象布鲁雷有长长的鼻子，是城市消防员。可是今天灭火时鼻子出现问题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哎，你还好吗？奇妙救援队怎么还没有来啊？啊，那边的火又变大了！哎呀！啊，救援巴士！你们终于来了，快帮帮我！我现在一吸水就会咳嗽。别担心，我们马上帮你治疗。我先帮你做个精确检查。太好了，鼻子有救了！启动检查设备。哎呀！我到大象的鼻子里去检查一下好了。这里面好黑哦。哇，是哪里堵住了呢？是不是下面呢？哦，好深啊，下去看看吧。哇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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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象的鼻子是被口香糖堵住了。咦，这里的风好大哦！原来口香糖粘住了气道的软骨，害得大象呼吸困难。难怪，我马上弄掉它。耶！哎呦！
大象先生，你怎么了？我鼻子好痒，啊！怎么样了，琪琪？嘿嘿，成功解决了。哦，现在舒服多了。哦，太谢谢你了。救命！有人在吗？救救我！啊！救命！声音是从下面传来的。我先扫描看看。是乌龟爷爷，要赶快救他出来。小心，这样乌龟爷爷会受伤的，不然这里交给我们吧。好的。必须请求总部支援了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飞行员兔依依的支援。收到。兔依依，琪琪需要你的支援，请立刻出发。收到，交给会飞的依依吧。我只是买瓶酱油，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啊？现在没事了。啊，原来是奇妙救援队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消防员先生辛苦了。我才要谢谢你们呢，这次多亏了你们的帮助。还有，别忘了依依。当然。也要谢谢你。耶！哎呦！哦！哎呀！
市民，最近常常发生地震，请做好防震自救的准备。志愿者将为大家送上地震应急包。你好啊，皮皮，这是你的地震应急包。谢谢。请等一下，我的邻居毛毛虫也需要一个。毛毛虫，那就这个吧。谢谢。哦，有紧急任务，我们要马上回总部。再见。再见。毛毛，我帮你拿到了应急包。哦，毛毛，你怎么把自己包起来了？嘿，卡卡，有什么紧急任务？响尾蛇，爬行动物，是浮城的地震搜救员，负责追踪和发现生命体。可是今天在发应急包时意外受伤了，需要你们的救援。交给我们吧，奇妙救援，火速出发。关系只是意外而已，但是我的应急包还没送完呢，得赶紧。你先别着急，奇妙救援队马上就来了。啊，他们来了！响尾蛇先生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头晕，而且看不太清楚。啊，别担心，我们会治好你的。我先帮你做个精确检查。启动检查设备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响尾蛇先生的热眼受伤了。热眼？响尾蛇的眼睛高度近视，但是它的眼睛和鼻孔之间有一对小孔，叫做热眼。热眼对温度变化非常灵敏，可以探测到周边的生命体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马上帮你治疗。谢谢。启动变小。在哪里呢？哦，找到受伤的地方了。光波治疗。喵喵，治疗好了。我又能看到你们了。嗯，房子怎么在动？不好了，是地震！地震！地震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要慌，护住头，我们赶快去安全的地方吧。往这里走，快！大家要小心。窗户旁边不安全，快躲到桌子底下。啊！
震停了，跟我来。好，我们快走。我们赶快离开。地震的时候不能搭电梯，只能走安全出口。啊！余震来了！前面的空地是紧急避难所，快！啊！终于安全了，琪琪，你看。有发现什么吗？这边没有发现生命体。琪琪，快来这边！我好像听到口哨声。响尾蛇先生就是我们的生命探测仪，交给他吧。没问题。在那边，毛毛，醒醒啊！你快醒醒，好可怕、是皮皮，他被困在里面了，我们快去救他！情况紧急，要请求总部支援了。卡卡，皮皮被压在废墟下了，需要支援。收到。壮壮、兔依依、琪琪需要你们的支援，请马上出发。奇妙救援，火速出发！余震，我们需要抓紧时间救皮皮。没问题，看我的，启动。看我的超级螺旋飞。哈哈，最后看我们的了。
救援队，谢谢你们救了大家，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皮皮，你怎么了？毛毛，我的邻居毛毛虫不见了。别哭了，你看，毛毛，谢谢你，琪琪。毛毛醒了。哇，我的邻居变成蝴蝶了。奇妙救援队，安全我守卫。哇！啦啦啦啦啦啦！我是偷菜生活的小行家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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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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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住手！哎哎哎！啊！不准偷菜生活！啊！这不好，是鲨鱼警长！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快停下来！站住！站住！哈哈哈哈！怎么回事啊？我好难受啊！卡卡，有什么紧急任务？鲨鱼、鱼类是海洋里的警长，他是追捕能手，坏蛋都怕他。可是，刚才他在追捕坏蛋时，突然呼吸困难，他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交给我们吧，奇妙救援队，火速出发！奇妙救援队怎么还没到啊？是救援巴士。鲨鱼警长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在追捕头上湖的坏蛋，但是突然觉得呼吸困难。警长，你先停下来，我们给你做个检查。可是我不能停下来呀。为什么呢？我来查一下。原来鲨鱼警长必须不停地游动，让水穿过自己的鳃才能获取氧气呼吸，要是停下来的话，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生命危险？别担心，警长，我来帮你检查一下。结果出来了，
警长的腮受伤了，所以他才会呼吸困难。我明白了，我马上给警长治疗。找到受伤的地方了，警长的腮被珊瑚碎片划伤，而且碎片还卡在里面。那应该是珊瑚碎片在他呼吸的时候被水流带进去的。难怪警长呼吸困难，我这就帮他治疗。超级绳枪。成功解决了，嘿嘿，谢谢你们，我又可以畅快地呼吸了。现在我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可以继续去抓捕坏蛋了。哎，可惜让那个坏蛋跑掉了。别担心，警长，我们来帮你。太好了，看我的。找到了，在那里。永远也别想抓到我。不好。别跑。站住。拜拜。可恶，先躲起来。警长是发现了什么吗？鲨鱼警长的嗅觉非常灵敏，只要那坏蛋还在附近，就一定能被他找到。看你还往哪里跑。走了。别跑了。逮住你了吧。危险！琪琪，怎么办？救命啊！必须请求总部支援了。卡卡，我们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需要小福的支援。收到。小福，琪琪需要你的支援。请带上你的装备，立即出发。收到，小福最喜欢来自海洋的挑战。小福已到达。小福，需要你帮忙切割船舱，救出鲨鱼警长和大灰狼。好的。
太好了，得救了！你们谁也别想抓到我！多亏了你们的帮忙，奇妙救援队真是太了不起了。警长，你一直在抓坏蛋，我们才要感谢你呢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再见。奇妙救援队，安全我守卫。